电动巡逻观光车，厂家直销，车身颜色配置都可以定做。我跟你说一下这个车怎么操作啊。这里是档位，前进档，后退档，这个是四角灯，四闪灯，双闪。看一下这边，这里啊，这是灯光开关，往外一拉，打开灯光。这边转向灯，左转向，这右转向，左转向，喇叭是往上一抬，这边就是喇叭，那就是刹车。停住车以后啊，踩上半部分。把它卡住，就相当于用上手刹了。开车的时候踩下半部分，把它弹开，正常开车就这样，正常行驶这样用刹车就可以了。这边就是油门踏板，这里就是充电口，充电就是用普通的家用电插到这里，充电的时候能听见充电器嗡嗡的声音，这里是红色闪烁，充满了就变成绿色不闪烁了。